来一看镜，带您做伙用台湾话看全世界，台湾人看到北部粽甲南部粽哦。当年伫个网络拢会吵吵闹闹，对阿孙来讲哦，只要是阿母包的肉粽，都是全世界第一好食的。惠山，五二节快乐！阿春，五二节快乐！惠山，你爱食啥物粽咧？我较是爱食北部粽。哦，啊，不过有网友讲哦，北部粽只是立体油饭咧，干嘛呢？惠山请讲。对，因为有人讲这北部粽咧。其实就是有油饭，所以较油。内底包的物件咧有三层肉，啊，搁有两层等等。其实这热量较悬啊，若是食一粒，大概爱走这63分钟，才有法度把热量控制好调。啊，若是这南部粽咧，食一粒大概是477卡路里，若是搁食。佮加这土豆粉做伙来食，着爱走差不多一点钟，才会当来消化哦。啊，佮来有人爱食这菜粽，其实咧内底嘛是有卵啊，有大豆，热量虽然较少，不过一粒那是480卡路里，爱运动59分钟哦。最后还佮有这咸的肉粽，上细粒的就是客家的粿粽。虽然讲咧，食一粒差不多运动20分钟就会使消化，不过因为较细粒，无细粒就会食足多，所以咧，大家嘛是爱小块来控制哦。好，过来看，除了这咸的肉粽以外咧，大家嘛是将爱食这甜的当做点心，所以咧嘛爱来看卖这热量有偌济咧。先来看这红豆粽，虽然讲唔是真大粒，不过做的时阵会放这7粒加糖，嘛是爱运动50分钟才会使消化。啊，佮有这款水煎粽，内底包无同款的料，大概放5粒加糖，差不多嘛是有175卡路里哦。佮来看这鸡粽，内底有产品，啊，佮有果糖，食一粒嘛是爱行20分钟才会当来消化啦。最后啊，佮有这冰的水果粽。大部分咧拢是用这暗过的水果，虽然讲卡路里较低，走15分钟就会使来消化，不过同款爱注意，唔通一边食足济。有专家来提醒哦，若是你加大颗，已经食肉粽，就莫阁食这白饭啊、面啊，会当加这青菜做伙来配。饭后咧嘛是会当食这水果，例如讲这黄梨啊、木瓜等等，会当帮助消化。另外食粽的时阵，会当把你的饮料放伫咧盘内底，莫直接淋。你肉粽顶悬，安尼热量嘛较少。最后咧，也是来做祝福大家，会当过一个食好饱饱、欢喜的肉粽节咯。即摆更加时间，交予阿春主播。